通常这个病情，这种帕金森发生的在早期的时候，病人能感觉到是两个主要的情况，一个是抖，一个是容易被识别，还有就是感觉到肢体的僵直，僵直带来的就是行动的缓慢，所以早期病人一般会发生了抖或者僵的时候，就会以这个理由来就医。啊，在早期的有抖和僵这种情况，在很多神经系统疾病都有表现。那么对于早期的话，出现这种情况，医生应该怀疑他有帕金森这种病或者帕金森综合症这种情况。但是呢，具体的确诊呢，仍然需要一段的临床的观察，或者是药物治疗，边治疗边观察进行确诊。通常在疾病的早期，那意识不会有意识和认知能力并没有明显的影响，除非一些特殊的类型。还有一些，但是在疾病的整个过程，病人的意识都是非常清楚的，意识并不受影响。他损伤的主要是他的运动功能，所以他的智力上并不影响。对，因为在大脑的不同的功能里边是受到了不同的环路、神经环路的一些管理。帕金森病从这个大的疾病分类里边就是归类在运动障碍型疾病，叫运动障碍型疾病。